来，我们今天要来放我那个把五的圣杯的那一只鼠王啊，长吻巨无霸，啊，内底个，内底个有一只虾啊呢，啊，不是，不是虾啊，迄反射光的，你完全看无伊啊呢，吼，好来，这只非常之大只，伊这内底有包两层，哦，包了两层。这只非常大的鱼，来让直播的同学看一下。这只是我目前吼、买过淡水鱼里底单价最高的。啊，不然我本人选择买那个便宜的鱼，这样吃就好啊。啊，来这只我是刚刚有拨杯啦，拨杯拨到，我阁感觉感觉上真的还不错，因为较早就想要买，啊，这只足大只，哦，非常之大只。好，来，我同学公生意好啊、哦。好，来，哇，大只起鱼啊，有够大只！这一只真的非常的大只，大只到我真的会惊。听见啊？好，然后赶快，迄个啥，有队友保庇，无队出代志，搁。对一下交代，对一下交代，真大只呢！这反光，长吻巨无霸，这一只我研究很久了，今天终于它买下来，好，来。我那个萤幕弄到水，要调整一下焦距，开始摇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会跳哟，会跳哟，好。伊爱这鱼啊哦，伊这袂当含大只鱼啊饲，因为遐大只迄金鱼吞落去哦，伊迄个啥，它的鳍它会打开，啊打开之后，哦伊会惊着会死，迄是头家咧甲我讲，好，过来啦。我看这鸟鼠鱼啊，大只的，伫落内底尾也要安怎？这大只呢？我看大只甲足水，我无怪饲这鸟鼠鱼来上瘾。它现在启动那个保护机制了，全部的那个鳍都张开。哇，大只甲足憨的，好笑嘞，很夸张。有够水，够大只的啦！这大只呢，上过高音啊！呵呵，这只是我内底镇店之宝啊！我目睭阁会动呢，真正这只就真正有笑到啊！长吻巨无霸，我咧笑啊咧笑啊，有够大只！足大只！